性的痘痘的确非常的困扰。全球皮肤科医学会它有一个共识，当我们第一线会是使用叫做四环霉素类，那比如说像多喜霉素，我们可能就是100毫克早晚，那吃一阵子，可能会建议一两个月看看。有一些人其实还没有达到很好的改善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可能会建议到第二线的用药，就是口服的 A 酸。那它的目的呢，就是抑制角化的生成，也抑制皮脂腺，所以呢它对脓泡性比较顽固的痘痘效果是还不错。但是这个过程呢，可能有一些口服外用 A 酸的一些副作用，那比如说比较容易干，或者是说它在治疗的过程会有短暂的爆痘期，那这个是医生跟患者之间可能需要有一个对这个用药上的一个沟通，这样子。